我们继续龙魂了。哇靠！神秘，我说要单挑一下，你是在欺负我吧？我怎么可能赢你啊？他的，我们最近奖牌很棒啦，奖到休克啊！单价评分排行榜可能就是第一名的玩家，好不好？第一名的玩家可能就是掠夺者，并且从这边看一下技能好了。啊，现在他有什么？我是懒得进去讲装备了啦，我跟你们说真的。但是我想说，还是看一下。如果是简称的话，就是有巨力双刃，那又或者是我们的亡魂。我觉得我们讲第一名的玩家就可以了啦，基本上。万将还太复杂了，反正我觉得装备都可以慢慢搞吧。对啊，龙魂秘境也看一下啦。我其实讲到有点抓狂了，好复杂。好，那首先呢，难得，等下重点是目前是怎样？这其实可以说是一个死农游戏哦，一直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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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有人说我的影片很短啊，不是啊，重点就是这样啊，不然的也很会很短嘛。我看大家都那个了，对啊，应该是不会啦，对啊，应该是刚刚好而已啦。我这集可能会先讲排星呗，抽奖一下。哎呦，给你们献完了，应该不会搞混了。你打完这只就可以了吗？是吗，大大？我居然叫我们合成，哎，我抽给玩家看啊！我是蛮常抽到想想的，这样会不会有点偏心啊？我要想想一直跟他们聊天，我还可以抽谁？哦，我。抽系统啊，看系统啊。